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们这儿还有事儿呢。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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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不怎么样，家里房子又这么小。哎，你睡这儿吧。啊，好。我来吧。还疼呢。阿弟还烧吗？好多了。好了，观众朋友，大家刚才从我们的电影的资料片当中呢，可以看出来，这是谢飞老师过去所导演的一部电影，叫做《我们的田野》当中的一些片段。那么，谢飞老师，那么说到这个《我们的田野》，我们都想到了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过去我们在这个看到这个片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突然出现了个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而且拍出来了很有先锋意义的一些电影。那么当时为什么您会带领大家来开创这样的一个青年电影制片厂？对，因为过去呢，电影啊，它是胶片拍摄，制作成本很昂贵，特别文革后吧，我们东德的电影胶片已经没有了，最后就都要买伊斯曼，那个美国的很贵，冲洗也贵，所以呢，就是很多只有国家的几个大制片人可以做，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只讲理论，只教书是不成的，就是学生必须要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所以电影学院一直有一个实习处，就为学生实践提供各种机会，拍一些黑白的短片等等，但是我们的老师像我这样的文革前毕业就搞运动然后回来教书，我自己又没有拍过戏，你怎么会教好呢？所以我们就当时就想出了一个方法，能不能创造一些机会先给各行各业的老师拍自己的作品，所以这是在80年，我们当时突然有一个老师写了个剧本很不错，最后我们用贷款10万人民币给银行拍了一个电影叫《鹰》，哦，鹰，就是写一个，我还记得李谷一唱的主题曲，写一个日本的小女孩，她那个被中国大娘抚养大，对对对，后来回了国，最后又来找她，妈妈妈妈，看看我吧，那个，哎呀，一下子轰动的吧，因为很熟啊，对对，我当然是，我上了年纪了，多年的阶级斗争之后，突然写了这么一个跨国的人情人性，所以就很受欢迎。李谷一的歌也好，一下就赚了好多，至少赚40-50万，所以人就说10万块钱一部电影闯了一个制片厂，而另外一个问题呢，电影局也觉得，哎，这些老师们也很有水平啊，可以拍戏，所以就当时就批给电影学院，每年可以拍，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拍3部左右的公演的电影，因为以前的作业是不公演的，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在大概将近7-8年的时间，就是80年代初，所有的老师都开始去。这样呢，我当时当副院长嘛，就是支持这件事，管这件事。除了很多老师，包括我们的有个张乃馨的女导演，她在那排了《沙鸥》，对，排了《青春记》，对。然后我们有个叫郑洞天的导演排了《邻居》，然后我呢自己就排了《我们的田野》和《湘女潇潇》。对对对，一直到本命年。本命年，对。劳累一天之后，傣家姑娘总要像鱼一样赤条条的到江里去游泳，而我因为没带游泳衣，只能傻呆呆的看着他们。后来我也学会了像他们那样的游泳。怎么不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儿？
傣家的萧普少是最爱美的。美原来是这么重要。从小到大，人们总是告诉我们，不美就是美。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反复洗一件新衣服，希望它显得旧一点。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女孩子应该打扮自己。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的所有的各行各业，包括摄影、录音、美术，都排出了成功的作品。这样你跟学生讲课，我的作品都可以立字，而且你有了实践经验，教的就会比较扎实。所以无论是第五代，就陈凯歌、张艺谋他们入学的时候，我们正是我们在拍电影的时候，那他们一看，哎呦，老师拍了这个电影，我印象很深的，当时张乃馨那个沙鸥一放，然后田壮壮他们看完都，哎呀，说张老师你真是拍了一个很有分量的电影。对，电影还能这样拍，你拍的就很有意思。然后我当时也拍了电影，包括我们的田野，就是第五，我的学生的一个在北戴荒生活的体会，他写了一个小片儿，小故事，就是当时一群青年被发到那儿去，他们要唱歌就是只唱样板戏、渔路歌，觉得哎呀都唱烦了，咱们唱什么？哎，唱咱们而红领巾时唱的《我们的田野》，说这个歌。说有人说这个歌能唱吗？说怎么不能唱啊？没有什么反动内容，于是就唱。所以它是生活中存在的事情。我觉得这构思非常好。先辅导他们排成了一个黑白的半小时的作业。后来他们毕业了，我就跟这个学生说，这个片子可惜了，咱们把它发展成个长片。我带着队伍，咱们排彩色宽银幕重排。于是又去了。让宁宇给咱们唱个歌吧。哎，不行，哎，不会唱。哎，唱吧！我可告诉你啊，不要那个样板戏，刚才我们可都听过了。那算什么？唱个过去的儿童歌曲吧。哎，过去的儿歌能唱吗？怎么不能唱？怎么不能唱？哎，可要唱个好听的。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我们的田野。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田。因为这个片子呢，就是我所有的片子里，我经常讲，多数都是小说改编，写的生活跟我个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就这个我们的田野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也是在文革中间有蹉跎岁月，学完了不能工作，不能上学，要到农村去就是在去种稻子，所以又就耽误了青春。当文革后期我们开始醒悟，开始思考文革到底有没有价值，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等等，所以它这是表现了在文革中间失落的一代对青春的一种反思，所以这个片子当时公演以后还是挺受观众欢迎，特别是上山下乡的青年，这些知识青年们，因为当时大概有2000多万的知青啊，对，由初中生、高中生到都下到农村去，2000多万又牵扯他们的家长，就是都是上亿的人，这个经历谁大家都有共鸣，那么说到这个我们的田野像这样的反映的这个上山下乡啊等等，包括文革等等这些影片的时候，当时你们在拍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像那种审查的那种禁忌啊那种应该讲当时七八年以后吧，就76年以后，大家对文革的批判伤痕文学控诉还是很敞开的，因为新上任的胡耀邦啊，包括邓小平同志，他们都深受其害，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大量的这些片子，包括后来我就像丁英男这次来了，他排的这个周恩来中间跟四人帮做斗争，林彪的怎么搞阴谋，林立国那个有个模板坐火车要炸毛泽东，当时都可以表现。但是后来就我发现到90年代中后期，新任的领导反而谨慎起来了。所以我后来去，支持当顾问，就崔健排了一个叫《蓝色骨头》。对，他是写文革后期一个女孩子被林立国选妃，
不要了，就到了空政文工团当演员。我坚信那是禁区的。那里头就出现了林立国和林彪，当时审查剧本就不同意，说这个不许写，不写。我说为什么不许写？这是批评他这个事儿啊，而且你当年都写了，他们啊，当年都写了，所以现在我为什么后来发出一个呼吁，就是说取消审查制呢？因为这个审查制它是人制，它没有电影法。我们今天这个领导是觉得不可以就不可以了，我们也无法去，你就告到法院都不成，因为没有法，法院不能判的，所以就是呼吁，就是这个东西要用法律来管。为什么当时都可以，现在就到了，后来这个崔健还是坚持拍这几个镜头，结果呢？结果到真实样片去审查又可以了，觉得这个又没问题了，就只不过对他。对他的那个床上戏多了点，让他剪掉一点，所以就是他是个非法治的，人治的。今天的官员的观点评就是，所以中国电影啊，它这个改革是在艰难过程中。我觉得实际上，当然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由于这种官员们的一些滞后的思想，造成了一些审查呀、各方面，所以我就在12年底吧，我就写了一个。就是为了这个蓝色骨头，我在写了一个，就是你能不能取消审查制，用分级制代替取查，因为韩国就是用这个方法。对，这样以后韩国电影最近这十几年非常繁荣，非常繁荣，而且甚至中国都被它韩流都请。是，对啊，所以我们应该很好的总结这些经验。当然，这个呼吁也不是很多人赞同，但是。领导管理部门他们觉得有难度要改革。那您说的这个管理部门，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这个管理部门您觉得是高层的还是那些主管部门他们之间的？因为它是连成由上到下是一条线的，而且它还不是他们这一届，很多决定是前几届的领导决定的，那么现在的人又不是他决定的，他也不愿意更改。如果更改了呢？他没有人，因为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我觉得是中国的改革官本位和一些体制改革为什么会这么艰难呢？就是跟切身利益有关系，所以还是要耐心的等待，要不断的呼吁，不断的去想方设法。最近还是有好处的，你比如说他最近人大在考虑立法，而且他现在因为电影影院电影放映，再说票房多伟大，它也是很少的一些人群看，那么很多人是通过电视，特别通过网络在看，于是又形成了网络，这个完全靠过去的几个官员来审查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们现在实际上是网络播出，他们在要自我审查。其实谁播出的东西，编辑主编要负责任，这是肯定的，全世界都是通行的。对，所以我觉得未来不是说审查是不要，但是不要现在这种官员审查，而是你的谁播出谁文责自负。如果他触犯了什么法律，告到法院，对，那个播出单位要负责，这个作者要负责。因为法律写在那里，你为什么有意违反，你可以按法律来制裁他。但是因为太多了，你像现在优酷啊什么爱奇艺每天有多少大电影小电影都在播出，谁审呢？当然你编辑它你就要审，因为在你这个平台吧，就跟你们办报办杂志的每篇文章编辑要负责任，编辑觉得我拿不定主意，我要问主编去，主编同意了，将来主编也有责任。但是有些这个诗，一首小诗，你编辑同意了，主编没有看，最后出了问题，那你编辑就要负主要责任。所以这都是编辑责任制，这是全世界通行的一个，不是不要审查，而是把审查让我们行业内自理自治，在法律的框架下自理。所以电影我觉得也是这么一个，现在就它不是过去每年是30几部电影100部电影，你国中央机关管得过来的，现在在网络上有多少个电影，对，特别电视剧层出不穷，层出不穷。对，那么说到这个审查，我觉得两个方面的，一个是在这个道德呀，或者说是在这方面的这种审查，社会方面的审查，还有一种是政治的审查。我想这个可能
政治方面的审查可能更难把握一些。我觉得川沙老师，您本身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考虑到这些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创作的《蓝色旗袍》，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在有一些方面也不见得是很能放得开。如果你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市场的话，你在写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方面的这种顾虑？是，这最后出版的时候，因为我基本上我以前的在台湾也出版嘛，商务印出版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出版的时候我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编辑也会建议，对，他们的编辑也建议。后来当然一般来讲就是他还是做了一些改动，做了一些改动呢，有些东西，比如谈到像我的小说里面谈到张国焘啊，谈到有些东西，一些历史事件的时候，我尽量尊重事实，但有些东西呢还是回避一下，还是要有所收敛，是吧？因为这也是事实，现行的事实是这样的。在。